1月27号礼拜一上午10点，新店大明讲堂新春开始十强药甲好生发挥，联络电话02-2917-8855。1月28号礼拜日，孙天一真人陈秋上午十点，树拿菩提讲堂新春祈福发挥，点万灯降万水甲心灵讲座，联络电话02-2688-5088。1月29号礼拜三上午十点，市立桃园特殊教育学校新春祈福点万灯降万水甲消灾发挥，联络电话桃园中心03-347-7666，桃园道场03-331-0553，中立中心03-422-8806。1月30号礼拜四，定光高佛圣诞、清水祖师圣诞，上午10点半，慈悲基金会新德分会新春祈福财神发挥，联络电话新德分会03-545-6691，恩气福合会03-545-6692，新德中心03-533-7368。1月31号礼拜五上午9点半，苗栗红花善医新春祈福药师发挥，恭送药师经点万灯降万水十强用甲围炉香烟，联络电话03-799-1513、03-336-026。2月1号礼拜六，念药师琉璃光如来七在独坐30劫，五殿阎罗王圣诞，上午8点半，台中五峰讲堂北馆斋戒，联络电话02-2238-9987。2月2号礼拜日，药师如来殊胜功德日，善行甲恶行成1000杯，药方上帝万寿，上午9点，家己慈悲哦。降福在天，祈福发挥，甲新春团拜。联络电话：嘉义讲堂05-225-5888，嘉义中心05-216-6700，和睦中心05-230-8348。敬请十方大德踊跃前往参加。阿弥陀佛。生命电视印尼巴淡岛地区举办慈悲弘法行，恭请海涛法师、湛乐法师共同主法，日期1月18号星期六至1月19号星期日。1月18号星期六下午1点护生，地点印尼巴淡岛，联络电话62-812-774-12009，62-081-177-86628。1月19号星期日上午9点，年尾大蒙山超度法会，地点印尼巴淡岛慈海禅寺，地址如下，联络电话62-081-177-8662，62-081-177-8662。海涛法师慈悲置业2020年国际短期出家，印尼短期出家爱与慈悲福慧营，恭请海涛法师主法。活动日期2020年4月14日至4月21日，共8天。4月14日中午12点前报到，海外学员请在4月13号报到。活动地点：印尼北干拔路三宝佛教中心。地址如下，联络电话03-799-1513，03-799-1513。参加资格：年满15岁以上、65岁以下，具有正信正见，愿意服从学习指导清净出家戒律威仪者，身心健全者，
经审查面试通过后，将核发通知书。报名方式：一，请上网下载表格，填妥后传至 livetv.net@msa-hinet.net。二，洽询下列单位索取报名表，填妥后送至各地，并在3月10号前统一会诊寄回秘书处审核。三，海涛法师慈悲置业秘书处电话+88639899319，地址：台湾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2段20号，台北生命道场电话+88622550900。印尼联络人电话+62852-6577-7577，洪淑丽、汪慧娜，电话+62822-8628-2345，李慧珍。报名日期即日起至2020年3月10日止，洽询电话0398993190398993190。春阳普照万象新，火树银花银金属，诸佛海会垂圣光，智慧香花片怀宇。阿弥陀佛，这是我们今年度开始开的老人食堂。那他的目的呢，就是希望接引社区的一些老人家，他在家里如果他的孩子都去上班，他自己在家中午一定是自己准备吃饭。那我是想说，以我们在推广素食的立场，我们邀请这些老人家来我们道场，然后可以在这里一起吃个午餐，但是之前我们会给他上个课，希望说这些老人家也可以有一些欢乐，然后欢喜的唱歌，还有欢喜的听一些师父的开示。我觉得这个效果也蛮好的，因为师父的开示很生动又活泼，我们又特别找一些比较好听的让他们吸收佛法。那在这个活动的当下，我们其实也可以度到这些老人家，让他们学习怎么在家里念佛啊，慢慢度化。阿弥陀佛。新年快乐，福分双修，阿弥陀佛！大家新年快乐，年年富，年年起大厝。新年快乐，平安顺心。新年快乐，万事如意，欢喜充满。大家恭喜，新年快乐，万事如意。新年快乐，万事如意。阿弥陀佛。恭喜恭喜。华严经，云何菩萨坚固成就一切善根，未有贫穷孤独等类，于彼增长广大悲悯，以摄事法而摄受之。透过社区共识、免费蔬食结缘等关怀行动，嘉义生命道场处处行善，天香送暖，推动生命教育，遍植菩提。位于崇山峻岭间的嘉义县梅山乡泰兴村，海拔850公尺，如世外桃源。种植高山茶的壮盛梯田，布满山岳溪谷，是著名的茶的故乡。在春节前夕，嘉义生命讲堂的生命菩萨们再度来到了泰兴村内，拥有250年历史的古刹泰兴岩。准备了甘醇的茶香及丰盛美味的蔬食，借着共食活动与村民、长者及学童们共享。午后的活动中，
学童们在庙前广场以稚嫩的小手稳稳地执起笔砚，专心致志地在纸上挥洒下一句句家章，每句的春联送给村中的长者及来宾，作为新春的贺礼。很感谢我们学校还有泰兴园的主任委员，还有我们社区发展协会，还有我们生命讲堂共同来举办这一次有意义的活动。我想每一年呢，我们都会期待我们整个社区大家都能够平安，在这一年丰收的季节里面，大家能够在生命的意义里面更有寄托，所以办了这样的挥毫现场挥毫的赠送春联活动，那我们的所有的村民都能够享受一个暖暖的春节。祝福大家新春吉祥，万事如意，鼠年新大运，恭喜恭喜。海涛慈悲置业云林观音讲堂为例行善法举办传授八关斋戒及恭送慈悲药师宝忏法会，特别邀请僧团赞德法师慈悲传戒主法。法会在迎请者两序庄严的迎请仪式中揭开序幕，众等齐声范备恭迎法师入堂主法。法师领众于佛前上香礼佛，以甘露水真言加持瓶中净水，为道场内外洒净加持。戒定真香氤氲的云林观音讲堂中，法师领众先修甘露施食仪轨，再持咒忏罪，挥佛旗，祈愿佛力加持为众等福消罪尘，又以药师仪轨领六道伤病受苦众生疗伤去病，接着为求戒信众传戒说法。八关斋戒上戒的这个福报，基本福报就是对这世了后，你修戒圆满，戒戒修好，以后六十万世一时不免烦恼，而且拢会当着佛法，当着善友，用你这个因缘啊，未生伫边地，边地就是无佛法的所在，生活艰苦的所在。所以八关斋戒功德非常的大。后来你今仔日受八关斋戒了后，你讲我要来记录世界，世界太殊胜了，我要来遐成佛。你只要甲受戒了后，佛前发愿。你即世下步了，你下步的时阵哦，佫袂安尼啼啼哭哭哦，会欢喜，临终欢喜，这是真少真少的。而且嘞，你正念永存无障碍，怎阿弥陀佛甲你带去极乐世界，中品中生呢？戒会中，法师领众于佛前献食供养，恭敬请圣正蒙受戒。法师领众在于佛前发露忏悔，以清净之身口意三业。纳受清净戒体，为一日一夜之优婆塞、优婆夷。受戒圆满，法师领众将大众受戒功德回向澳洲森林大火熄灭，所有火灾往生众生离苦得乐，各生善处。五供后，又为众善发心救护的五命众生皈依三宝，为所救五命种下未来出世正因。午后，赞德法师领众于佛前恭敬上香，严禁坛场，熏修药师忏仪。恭送礼拜慈悲药师宝忏，于头礼跪拜间，殷殷忏悔往昔所造宿业罪愆，祈愿诸佛慈悯为众生开恩赦罪，更将当日持戒拜忏点灯供水护生药供等所有功德回向净虚空遍法界，所有有情离脱罪苦，消灾免难，身心安康，共证菩提。生命电视云林采访报道。